新闻今新闻来看是一场相当惊险的意外，这是发生伫咧十一号透早的九点外，新港乡蔡公村蔡公厝有一台货车弄到嘉义观光车，货车的驾驶受困伫咧驾驶座，经消防员出动五台车、十一个人前往救援，顺利将驾驶救出，脱离险境来送医。伫这个嘉义观光车内底，另外阁有两名乘客受伤，现在详细的调查原因正由警方厘清当中。在头九点外，新港乡蔡公村蔡公厝一台货车弄急到停靠嘉义县的公车，货车驾驶受困驾驶座，经消出动五车十一人前往救援，将驾驶救出脱离险境送医。另外，嘉义县公车内乘客有两名乘客受伤。新港辖区马祖大道上，公车与大货车发生车祸，现场三名患者，大货车司机受困于驾驶座，我们使用油压破坏器材组给予破坏脱困，患者交由溪口大林新港九号车处置送医。据初步的了解，疑似该观光车停靠站牌前，伫个路边予乘客落车。道路的两旁因为停靠了车辆，其中一辆车在道路顶，大货车在公车停靠短暂时间，无设立由后来追拢，致使货车驾驶被困于驾驶座，接着弄击公车顶端有两名乘客受伤，送往长庚病院诊治。详细肇事原因正由警方厘清当中。谢新闻蔡明东，新港乡采访报道。